好，今天我们吃六颗冰皮水蜜桃。奶油青柠好好吃，里面的柿子果肉也很多。肉皮特别特别棒，这边还有块生巧。芋头呢，代表是可以给99分，好好吃哦，而且还不会很甜，就是抹茶口味。有一块抹茶生巧，这个皮是真的很软，底下是没有普通雪蜜桃那种收口皮的。里面有一整块的榴莲肉，太软了，皮好薄哦。这口也很好吃，这个是生椰拿铁，里面会有椰子肉。再来一个柿子口味，这个雪蜜桃真的很新鲜，快递给我寄过来，但是拿一手它能感觉到，就好像是新鲜刚刚出炉的雪蜜桃一样。又是实现雪蜜桃自由的一天。